好，今天呢，我们要学习课本。课本的第三课，小朋友们打开20页第三课，凡尔赛宫。好，那现在我们开始。好，小朋友们，我们打开课本21页，课本21页，我们来看第三课，凡尔赛宫。第三课。凡尔赛宫，好，我们一起读。三，凡尔赛宫。三，凡尔赛宫，在法国巴黎以南的小城。凡尔赛有一座又大又美丽的园林，在园林中有一座有名的建筑，叫凡尔赛宫。它以前是法国的王宫，现在是国家博物馆。凡尔赛宫有700多间大厅和房间，这些大厅和房间里有很多文物，最有趣的还是镜廊，又叫镜厅。镜厅里有很多名画，打开窗子，窗外的园林景色映入镜中，人在厅中就如同身在画中一样啊。王宫里面很美，宫外的园林更美。园中有一条十字人工河，还有明净的湖，绿色的树，美丽的花，鸟语花香，湖光树影，风景如画，十分迷人。好，小朋友们，我们的课文先读到这里，我们来看下一个的。这里呢是法国巴黎。好，小朋友们，我们看这个图片是凡尔赛宫，这是凡尔赛宫，这里是凡尔赛宫的宫外园林。Pemandangan taman di luar istana Versailles。这里它前面呢是明镜的湖，然后这里面凡尔赛宫的里面是一个镜廊，然后有镜厅，这也是镜廊镜厅。好，刚才老师讲的课文呢，它的意思老师已经写在这里了，小朋友们记得在家里看。下一个我们来看22页的生字，我们一起读，读两遍。
公公林林王王听听歇歇去去静静窗窗应应如如样样香香影影迷迷下一个我们来看词语词语我们读两遍以前以前国家国家这些这些文物文物有趣有趣一样一样里面里面好小朋友们看刚才词语的意思老师写在这里了我们来看以前 dahulu 国家 negara 这些 ini 文物 peninggalan budaya 有趣 menarik 一样 sama 里面 dalam朋友们，我们来开始学习写字。第一个生字是“公”，我们来看“公”的字怎么写。看这里，好，我们开始点点横勾，竖横折横，竖横折横。下面的“口”字呢，比较大一点。这里上面的口字比较小一点好我们再来看一次点点横勾竖横折横竖横折横下一个我们来看林的字两个木我们来看怎么写好我们开始横竖撇点横竖撇捺横竖撇点横竖撇捺下一个是王的字这里有三个横这个上面的横长短一点中间的横短一点然后最下面的这个横长一点我们来开始看怎么写横横竖横长一点再来一次横横竖横我们来看听的字听的字怎么写我们看旁边横撇横竖勾横撇横竖勾下一个歇的字我们看歇的字好下面这个字呢是二的字我们来开始竖横竖提撇竖弯勾横横竖横竖提撇竖弯勾横横下一个是去的字好我们开始看横竖横竖横撇捺横竖
竖，横横提，横撇点，横竖横竖横撇捺，横竖竖横横提，横撇点。下一个是静的字，静静的字怎么写？好，我们开始。撇，横，横横，竖提，点横，点撇横，竖横折，横横撇，竖弯钩。撇横，横横，竖提，点横，点撇，长长的横，竖横折，横横撇，竖弯钩。下一个是窗的字，好，我们看旁边怎么写。我们开始，点，点，横钩，撇，点，撇，竖，横折，撇，横撇，点，然后横，点，点，横钩，撇，点，撇，竖，横折，撇，横撇，点，横。下一个是硬的字，旁边这个是热的字。好，小朋友们，我们来看怎么写。好，我们开始，竖，横折，横，横，竖，横折，长长的横，撇，那这里面像人的字，竖，横折，横，横，竖，横折，横，撇，那。下一个，如，如的这一个前面像女，这个旁边是口，撇点，撇，横，竖，横折，横，撇点，撇，横，竖，横折，横。下一个是样的字，我们开始，横，竖，撇，点，点，撇，横，横，长长的横，竖，横，竖，撇，点，点，撇，横，横，长长的横，一个竖。旁边是香的字，好，我们开始，撇，横，竖，撇，捺，竖，横，折，横，横，撇，横，竖，撇，捺，竖，横，折，横，横。下一个是影，那好，我们来看影的字怎么写。好，看上面呢是一个日的字，竖，横，折，横，横，点，横，竖，横，折，横，竖钩，撇，点，撇，撇，撇，竖，横，折，横，横，点，横，竖，横，折，横，竖钩，撇，点，撇，撇，撇。下一个是迷的字，先写里面，先写里面，之后写外面的，点，撇，横，竖，撇，点，点，横，折，折，撇，捺，点，撇，横，竖，撇，点，点，横，折，折，撇，捺。好，我们的写字就先写到这里。下一个我们来看练习册 A， 小朋友们打开练习册 A 黄色的书，我们开始做练习。
我们打开18页，第一部分写字写三排，一排、二排、三排，后面这三排不用写。下一个我们来看19页第四部分的数笔画填空，一动过来上。我们来看例子，这个字是姓的字，一共有几个笔画？ada berapa goresan？左边是什么字？sebelah kiri tulisan apa？右边 sebelah kanan tulisan apa？我们来看，我们看这里，看姓的字有几个笔画？我们来开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对，姓的字有九画，那左边呢是这个字单人旁，右边是言的字，是这个字。好，那剩下的呢，小朋友们自己在家做，在家干sendiri。我们来看20页第五部分，连一连主词语，我们来一起读上面和下面的字：以、国、姓、缘、美、文、理、林、物、前、面、家、去、立。好，我们看这里，这个是理的字，理什么呢？里面，那把里面的字写在这里，剩下的呢，小朋友们自己在家做，其他呢，kerjakan sendiri。好，我们打开22页第一部分，写字写三排，一排、二排、三排，后面这三排不用写，tidak usah ditulis。Tiga baris ini tidak usah ditulis。下一个，我们来看23页第三部分，数笔画填空。例子中的这个字是提的字，一共有几个笔画？ada berapa goresan？然后第五画是什么字？第五画 goresan kelima itu goresan apa？我们来看，提有几个笔画？我们来一起数，小朋友们看这里。好，我们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画，提的字一共有十二画，ada dua belas goresan。第五画是什么字呢？goresan kelima itu goresan apa？来看，这里，我们看，一、二、三、四。五，对，这个横折是第五画，题一共有十二画，ada dua belas goresan。第五画 goresan kelima 是横折。好，剩下的呢，小朋友们自己在家做。下一个我们来看，照例子写一写。例子，上面加下面的字写成色的字。这个剩下的小朋友们自己在家做。下一个我们来看26页第一部分，写字写三排，一排、二排、三排，后面这三排不用写。我们打开27页第五部分，选词填空，量词 kata bilangan， 我们一起读：根、片、个、张、座、面、条、枝。好，我们看一什么什么人工和一什么人工和，小朋友们看一条人工和。好，下一个旁边我们看一什么园林，一座园林。下一个我们看一什么绿色，一片绿色，两什么公园，两个公园。好，下一个我们看下面的五什么镜子，我们看
五面镜子。八什么小猫？八只小猫。四什么柱子？四根柱子。九什么邮票？九张邮票。好，下一个呢，我们来看28页第六部分的连词成句，我们只做第一、第二和第三道题。Hanya kerjakan nomor satu, dua, dan tiga. 我们看第一的。大又美丽花园又怎么做呢？花园又大又美丽，记得写句号，应该独立三的弟弟。第二又花香好看。第三湖水清静又第二第三小朋友们自己做那么多的第一个可叫干身体里。我们打开32页第二部分，写出偏旁部首的字。我们看立则木字旁，木字旁有什么字？有树桥样。那我们看这个金字旁走字旁雪宝盖，日字旁，小朋友们自己看书，自己把它写出来。下一个我们看33页第五部分连词成句，我们只做第一、第二、第三题。Hanya kerjakan nomor satu, dua, dan tiga. 第一，张东是老师，学生，以前，现在，怎么做呢？张东以前是学生，现在是老师，记得写句号，应该独立三的弟弟。第二，吃，快，醉，得，我的是。第三，园林大又做美丽这又。第二和第三，小朋友们自己在家做啊。刚才老师讲的练习呢，老师已经写在这里了，小朋友们记得在家看，然后记得写作业。再见。